开始录。要吗？哎呀，有。我看你的是闪红灯。晚上的话，一定看不到。左手很美丽，左手真的很美丽。晚上都一直看到隔壁那间饭店亮亮的、啊。先往上拍一张，这样只是一堆灯，我们在我们眼里看来只是一堆灯。嗯。什么？看不到雪地是亮的。拍一张。拍哦，拍得到什么？相机又拍到什么？对，我们的眼睛太暗了。相机看得到？相机看到雪道是亮。哦。这两个大灯对着我，太亮了。它是往下对着雪场照。灯的设计就是由后往前照吗？还是？你问我哎、欸。我本来觉得设计应该要由后往前照，结果看到这个也有正面照，所以我觉得我的假设是错的。欸，如果我们要长久住在日本啊，我可以去把我的缝纫机带来吗？不就是带这样吗？对啊，我说缝纫机啊。有两个。我说对啊，因为我的弹开耶，要命，危险的。哎呦，拿下来还蛮亮的，其实。
意留。你胸口没有拉，我都拉了。
他喜欢。现在只有负二吗？勉强看得到，都看到的都是人影。我看一下，到底是我们眼镜太黑，真的是我们眼镜太黑、欸。这里啊，很明显，那颗很亮。我什么都看不到。你眼镜拿下来。还要拿？不拿看不到，不拿都被我们的眼镜滤掉了，根本看不到。有看到一颗。我们
过相机照得到东西吗？可以吧。那家店真的有开吗？你说黑黑的，黑黑，你看起来是黑黑的。好，那那夜华的记录是这样，乱拍一堆草，导致我来过了，好热的。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啊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慢慢滑，安全回去。哪里啊？看到了。哪？哦，在这边。好，走吧。下去啊！没
你不要一些夜滑影片吗？我会跟着你，虽然都跟不到。你会跟我？不太会跟。对啊，跟不上。跟不上。对啊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等一下可以走右边，还是本来就走那边？哎，我们从来没有走过那边的左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也不要现在走吧。不过还是走右边。对啊。你不要夜滑影片吧？我不用啊，我为什么要夜滑影片？我跟在后面，我试试又跟不上，我试试看，至少镜头对着你就好了、啊，不是屁股跟着的那种跟。因为你转得太快了，你都跟我转反法，转得太快了，我要跟很累。你都是那种很快速的，一直转反。转法。对啊，我看，既然这样子，我还稍微恢复一下，用不着力气。但是我是换脚的那种转法。没有啊，我是说你都转。换脚的转法，我都要做很多。你呢？我不用了啦。为什么？你拍几张？万一拍坏了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我很快也拍了。下一个。好，行。应该可以。你要不要？好，一。
三，一二，哎，等会后面有两个人，等一下啊、哦，一二三，我跳高一点，一二三，一二，哎，有没有拍到雪板？一二三，你看看满意吗？应该 OK 吧，你自己看觉得。那是你的照片，我看，我就是觉得 OK， 所以就这样拍的。好，很好啊，就这样啊，好，就这样。OK， 比我们眼睛看都亮很多。是啊，是啊。我没看几点，现在没有办法看手表，我5:56。这样吃得到晚饭？不是吃就吃得到，我是说想要知道现在几点。我到下面，我那个平常拍照的地方。这里吗？是啊。亮亮。没有，就是看到一堆灯啊。好，我帮你拍来。其实你也是亮，我拍几张？上面有一个三角，就一个大鱼符号横着的，按下来。你在干嘛？正中间，正中间有一个符号。你这样对焦会有问题吧？它也开闪光哎、欸，它还闪灯哎。你不是说对焦会有问题吗？我问你啊。好了吗？不会都是糊的吧？应该可以吧。你这样变脸拍耶、欸、我觉得你拍的不好，我万一拍的比较瘦长，为什么我这么大只？因为我举高了。不要啊，你可以看稿这个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站着拍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用手好吗？而且不要用这个啦。什么
你一手扶着，一手拍就好了，不要把我骗到。不用爬，你干嘛爬？我就要扶着。你在那边，我腿拍也蛮长的、啊，为什么现在腿变那么短？也不要转太小，我也不要。我刚刚没有那么远。这个很糟哎、欸，因为头房有灯不行，所以我把它倒掉啊。而且你还是没有把我腿拍长一点，可恶！我明明就把你腿拍得比较长，算了，最后老师还把我拍胖，可恶！好，好，好，那就是下到。下到那个缆车旁，然后就再拍啊，再拍，再往上看一下，再拍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好吧，好吧。我刚刚有啊，公拍学场，但我觉得公拍学场也没什么好看的。你说什么？不过公拍学场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叫飞升是吗？吓死了！上下浮浮动，上下很可怕，因为很硬。我觉得我刚被吓到，你回去可以看我的时速，哇，有多快！我就觉得啊，你原消费车的样子是吗？好可怕、喔！因为地外上下浮，因为我可能也看不清楚到底哪，因为看不清楚啊，哪里有多陡，然后就乱飞，然后就觉得上下。我觉得我摔倒，我就要，我可能哪里就要受伤了，太危险了。但是我们。那怎么说呢？哎，我很紧张。这时候我们不会屁股往后。我现在不知道心跳多，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心跳多少，快吓死了。你要不要让我帮你拍一张？你前面一点。好，你有小人介意吗？不管啊，没关系，他两个人而已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那边没有。还很远啊。好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正常看我，一二三，好，那换我。不用再打我过去了，过去。等一下，我应该用这个炮。我刚真的快要吓死了，太快了，我觉得不停下来会死掉。不是太冰了，为什么你那么爱抬腿姿势啊？那你跟我讲要怎么抬腿。你这个人比较多呢，你现在有五个。好，那等一下啊，你不要拍了，不准拍了。射这么快，他们马上就滑下来了，你等一下。就两个。那两个，后面两个不用理他。这个很慢，为什么这个很慢？好，那怎样抬腿？这样哦。等一下尿尿吗？嘿，不错啊，有啊，我一直在拍，动啊。
干嘛啦？我要正常的，我要正常的。腿要长哦，肚子不能有。肚子不能有，你一个手往后好了，一个手往后这样子。这不是更粗吗？好，我看我检查一下，我检查一下。你这两张不对啊！你这在拍人，后面雪道哎、欸，你到底在拍什么啊？都不对吗？这个前面的还好，但是刚刚在拍那个时候，这个都还好。那就好啊。但是我们这里人都黑掉去。没差、啊。嗯。好，就这样喽。好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你有看到我在飞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害怕的感觉。很怕。有点飞起来啦。我以为快到了，所以开始冲了，但是后来发现冲太早了。我就在那个地方，你看冲的太早了。应该很快。太变什么？就是视觉上，我以为变缓。对啊，所以我刚记得侯雅好像有很陡的波啊，但是我刚滑觉得啊，陡的波怎么早就过了？哪有？但是我觉得速度变快了。啊，他从那边啊，左边啊，右边。这个大 V 一路下去会怎么样？我发现我刹不住哎、欸！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啊？啊？有亮灯。哎呀，但是滑陡坡我就不是这样子。是啊是啊，我也是啊。是哈、喔。对啊。所以我跟你说两种滑法、啊。不是两种，就是最后要把那两种融汇成一种。啊。然后两种的其实滑法的身体重心都是一样。哎呀呀！啊，回头一趟很多单。你要还要拍吗？没有，我一出来就拍了。热什么？按摩棒啊！那是你全喷。全喷。没抓好。觉得沾的比今天下午回来还多哎、欸，沾的血。还好我们现在有罩，原来我们平常有罩。罩安全帽有差，那个东西有够大声的，现在就快要聋了。声音，
对啊，那个空气枪的声音很大声。我现在觉得就带着护目镜喷它，夜光下你可以避免喷到眼睛。好，好啊，好的。他怎么还是不开灯啊？去保护他一下。走进去有用。一起的。开了。它会不会很快就关掉？先关脚再关鞋吧。哦。好热，好热哦！